有许这一个，来，我们今天要来把这一个杯，这个许国赛直接干掉了啊！就剩最后这两个杯赛了，这一次杯赛没有按照顺序。那么有预告下一个巡回赛，一样也是让我一个很惊讶的、啊、马车吧里面有出现的一个赛道，不过这个赛道是来自 N64 的、啊、叫做 N64 耀西谷、啊、这个赛道、啊、N64 耀西谷、啊、看到这个预告片它的封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到了、哦、下面还会出现两个超级稀有，然后接下来将会新增的超级稀有将会是这个金色耀西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下礼拜三到底会发生什么吧。所以说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好，我们来解决这三个杯赛吧，这两个杯赛，然后再来抄一下这一次的积水管，积水管。它是宕机的，啊没有，好，很好。阶级也不要管我啊，要是结束吧。两个人，才两个人而已，没关系。等一下两点的时候，我们会来开，我会来开这个叫什么咒人吧，到时候我们就来狂赚绿金币吧。到时候就不注重第一名
完了！哎呦了，没事。才打四个人，怎么这么的垃圾？六个呢，爽啊！十六个人，哎呀，我六十万了，我六十万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了，哎呀，通过圈环，通过圈环，小差一点儿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yo.
像有点不是很简单哦。完了，完了，完全偏离轨道，我再。轨道了，差一点没过。完了，跳不上去。接下来啊，哎呀，粉金色冰激公主呗，哎呀，来呀，粉金色冰激公主呗，怕你的啊，嗯，怕什么？没事，本来就没事了。这只有是150是吗？哇，听到有人被误射了。完了。头还拐内弯，这样我没办法射定。一个偷袭。有偷袭就是爽了，哎呀。得了，钱满了，四个人而已。
就一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啊，就是那一关是吧？啊，没有加分啊。还有直接跳过去。我还撒钱呢、欸，哦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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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饱了饱了饱了，哦，爱惜伯乐了哦，哦，还撒钱呢、欸、哦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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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一个送一个表达谢意啊啊！想打我，不知道我在上面，还想打？哎呦！想要利用大智慧来解决大小事情，两次爱心狂二，大智慧来了，啊，爽啊！这个分数绝对堪忧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哎呀，十二个人，哎呀，最后五个了，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五个，啊，我知道这最后五个在哪边呢。这里有一个比赛项目，那边我还有一个还没有得到。靠北，我被什么打了？这我要重打。前面怎么那么多钱？我先走这里。哎呦，差一点秒啊！去搞啊，冲啥去？哇！冲过去了，冲过去了！直接，哎呀，直接把他撞过去啊，撞到后面去，直接把他撞到第二名去啊，哎呀，把他撞过去就爽了、啊。跳跃动作这个完成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哎呀，
干掉这跳跃动作，还选择我擅长的、啊，所有物理赛道我全都擅长。奥托什么时候才要增加 MK 8的？难道是可以延迟？哎呀，这才是我们那个 VU 的哦，我们 VU 的密道啊！没了，结束了，我完成了所有杯赛。这样子，背你起来呀！好了，究竟我们的金管里面是什么嘞？来吧，给它抽下去，垃圾东西，垃圾，垃圾。单调是我杯赛，舒服。哦，得了好多金钱，究竟到底得了什么？啊，300块而已。啊，没有啊，这里还有。哎呀，满了。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再来玩这个金币冲冲冲。没了，就这样。车子的，怎么会是车子的？老板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升什么。车子的，哎呀，车子的，我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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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。二等，爽，二等。这一关我还没有认真打过。哎呦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角色是不是？哇，角色有点难挑了。那不够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可恶啊，把给了，留着啦。哎，我只有一张，来吧，玩一张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就是那个坑爹关卡。
然后在坑爹关卡这样子玩，超难。刚才卡成那样，我一度要怎么玩？干395而已。啊，没差，好吧，结束这一切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等一下下午2点。将会来执行我们的多人游玩啦、我们的多人游玩目的不是要得第一啊，而是揍人揍爽的而已啊。我们目标得个那个我们的绿奖牌啊，我们绿色金币啊。得了绿色金币之后呢，再来爽爽的。爽爽的抽奖，抽那个水管。可恶的，我弟那个水管连中两次超级，那个是抽得出超级的、哦，那个抽得出超级的，抽出的超级是分数解锁票券啊，非常值钱，非常值钱。来，我们玩到这边了，我们2点见了，大家拜拜。